主料，排骨350克，莲藕450克，卤水量15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生抽3勺，老抽1勺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卤水量，取茶袋装一小袋卤水量，莲藕切片，排骨，姜末蒜蓉，卤水量，下姜末和蒜蓉煸炒排骨，排骨稍微变焦黄，再倒入莲藕炒，加入糖、生抽、老抽、鸡粉炒均匀，加入热水没过材料，再放入卤水料煮，直到汁收干。烹饪技巧，加入水煮的时候最好加入热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